大家好，我们是炮王乐队，我们在纽约的 Rap Tracks 录音室，我们来录我们的新歌，耶、yeah. ！在来纽约之前，我们的作品一般都是在家里面面对着一台破电脑，在一个特别嘈杂的环境下，然后接了一个声卡。我们那叫垃圾堆里出来的情歌。让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么好的录音室，觉得太受宠若惊了。来之前我们换了一批人，我们加入了一个更优秀的女的钢琴，而且她也唱歌。女孩也写了很多歌，我们想录新的，我们得看情况，但是新的就比较困难。我是金豆，我和这个乐队是我最早以前第一个组的乐队，比较有感情。金豆。对，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音乐做得比较自我一些。录音特别的考验乐手，如果没有来录音的话，就根本不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反复录几次，这个思想有点模糊了，然后也不知道好是坏。They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a direction to take. What's the best way to approach recording this song and not really knowing like what the drum part is going to be. I have a couple ideas on what might be helpful. 如果不是这样专业的设备还有专业录音师帮助我们一遍遍耐心的录下去，我觉得我们会搞得有点糟。他给了我挺多想法，他太有耐心了。放了一个音棚，学到的东西特别的多，收获真的很大。我们也挺幸运的，这也证明了就是不放弃还是可以的。途中肯定是会遇到一些矛盾什么的，但是从矛盾中我们还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从而把这个矛盾化解，然后想更好的办法在以后路上再遇到同样问题能解决。炮王乐队，我们现在在纽约的 Rap Tracks 录音室。新找新噪音，下个就是你。